第三场比武开始。来的中国人，报上姓名。你不是中国人，你是哪个窝的？是啊，你是哪个窝的？李翔，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，吓死他们。宋无娇。不是，你是女侠宋无娇。对，叫女侠也好，鬼子听了尿裤子了。宋无娇，哼，来吧，看看你的下水是不是铁打的。吵什么吵？第三场，中国人胜。女侠好，还有两场比赛，马上开始。不是告诉我你不让他来吗？我想来就来，谁拦不来？我不是想拦着你，你看不出这阵势。他们是想把咱们搓堆给杀了。要不信的话，待会儿打完了，你看他放咱们走。你现在就可以走。我。自报姓名。杜大鹏。杜大鹏，他就是铁头侠杜大鹏。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。好，铁头侠请。杜大鹏请。咱们是不是胜得太容易了？那是小鬼子无能。那也太无能了。来都来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呀！
小鬼子，快下去吧，你不是他对手，待会儿骨头都被他敲碎了。呀！铁头侠，别耍猴了，跟小鬼子不用客气。中国人寿！山木，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只有这样，才可以留住他们。咱们的杀手锏还在后面呢。高岛正一，嘿，找个武士把渡边武夫换下来。为什么？这可是最后一仗了，我们去。哈利，渡边，这仗不用打了，撤退。现在是最后一场比武，还有人敢上来吗？有。营长是想和他们在一起啊。这应该就是用枪栓杀了狙击手的那个人。嗯，各位大侠，只要听到枪声一响，就请你们马上离开。我们走了那几个中国军人怎么办？听他的没错，小鬼子拦不住咱们。他在试探鬼子的实力，有啥可试探的？打死他就行了。这就是他不同意咱们的地方。这是个善于用脑的人，如此善于思考的人，怎么也会往我口袋里钻？莫非他有闯出去的把握？不，不可能。
快把他们都堵死了。